2018雅加达亚运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开战，中国女羽迎战实力明显高出自己一筹的日本女羽，陈雨菲2-0完胜山口茜，为中国队拔得头筹。但陈清晨雅一凡0-2不敌福岛游击广田彩花，第三盘和冰娇苦战三局七败澳元希望。第四盘中国女双组合不敌日本，总比分1-3无缘冠军。